5, 4, 3, 2, 1. Oh, die away. Oh. What the hell? He's just so glad. Jesus. 大卫哥醒醒，怎么了？是我讲的太无聊了。刚才累了睡着了。我们刚说到哪了？我们刚才在聊2.0的学习方案，来你看一下。Bro, this is the whole movie. Dawei jump scare. 欢迎莅临匹诺康尼这位先生，请问您的姓名是？ 开拓者尼古拉斯·大伟。 Traveler Nicholas Dawei. There he is. Oh my god. That's Callus. I want you to show me your fantasy. No past and no future. Guess what? What? The groove takes it over. Sparkle. Even on my blank out, you and me. I thought that dream could light away. Is that Will Stenson? Is it? No, I don't think so. This is crazy. Here we go. Ooh, is that Sam? Yeah, it was. Holy hell. 开拓者大家好，欢迎来到 Straight out the gate 2.0版本。假如在午夜入梦 with a vocal soundtrack. 大伟哥，大家好，我是崩坏谢亚。不管各位的世界有没有昼夜的概念。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I feel like it's weird seeing him in Star Rails thing. 大家好久不见，大伟哥也好久不见。我猜这会儿直播间大幕应该是你谁呀？上次和大伟哥同台录前瞻应该是。It's probably Honkai Impact 3rd 6th anniversary. Dang. 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看完刚才的视频啊，我感觉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个金碧辉煌、繁华夺目的全新世界了。想必屏幕前的各位开拓者也跟我一样期待已久。 张继老师，快为我们介绍一下吧。I guess it's kind of low. 正如大家所知，《星穹铁道主线故事》是开拓之旅。I got the volume maxed out. 三个站点，空间站、亚一洛六、仙洲罗浮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所以旅途的下一站自然也希望能保持。New theme. 所以最初的构想就是，这片群星荟萃的大舞台，这里不仅有当地人，还有许多来自银河的不同命途、不同派系的人，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they have their own goals. 彼此之间产生交流、产生碰撞，又因为是上线后的第一个新站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银河宴会的想法。 Cosmic banquet. 大家的就是盛会之星匹诺康尼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发展。 在故事中，匹诺康尼是童鞋家族的属地，一座五光十色的梦幻大都会。这里欢迎银河中每一位星球机遇的逐梦者，是名副其实的梦想之地。Oh, it's the land of dreams. 受邀参加一场名为协约大典的盛会，这也是家族首次向其他派系公开发出邀约。The land of dreams. 梦想、逐梦客，还有梦想之地，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与梦这个概念有关。
是的，这就是匹诺康尼最大的特色，一个梦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间，在梦的国度享受理想的生活。啊，那岂不是整天都在睡觉？嘿嘿，正是如此。在现实中，匹诺康尼是一座巨大的星际酒店，也就是。I thought he meant like a crossover kind of deal for a second. I was like, hold on. 关押犯人们的边陲监狱。而漫长的时光过去，在发生了许多事情以后，如今它摇身一变成了。Oh, transporters.从监狱变成酒店，From prison to a hotel. 看上去这么的独特。是的，毕竟整个世界就是一座豪华酒店嘛。那视频里繁华的大都会，难道 Girl in the background, okay, just stand there and do nothing. 大卫已经发现了，如果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高档酒店，又怎么能吸引来自全宇宙的客人们呢？对于这些别有所求的人，酒店其实只是通往品尝你的第一步。当人们在前台办理完入住，回到自己的客房下榻入睡之后，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踏入了同一座金碧辉煌的梦中，而那里才是真正的梦想之地。所以这才是匹诺康尼的主菜啊！哎，是不是说Edgar？但这么有特色的住店方式啊，还是第一次见。因此，白日梦酒店的客房也有些特别，其中最显眼的当属那个。It's always like a whale somewhere. 特殊的睡眠装置。It's a sleep device. 在家族的保护下，往来于现实和梦境之间。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匹诺康尼的美梦当中是只有快乐和幸福，没有任何危险的。没有任何危险。Like a protected area. 真的没有，这可是童鞋家族的属地啊！匹诺康尼的五大家器会齐心协力，一同守护美梦的和平。而在初次入梦时，各位客人也会因为自身经历的不同，去往不同的梦境。那我们即将抵达的这个梦境是什么样的呢？在2.0哇，开拓者首先抵达的是 Look at that 时刻的梦境。据说这个名字代表了 The Golden Hour 的前一个瞬间。哎，它顺应人们不希望今天结束的这样一个愿望而形成。Bikes. 在这里，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所以这一夜的狂欢也永远不会结束。把那些属于明天的压力和烦恼全都停留在明天。哎，今天要做的就是享受今天的快乐。哇、wow. 这就是匹诺康尼，你可以带走高楼街道你所看到的一切，但你永远带不走人们心中的梦想。在梦想之地，人们用梦创造 Land of Dreams。 既然都说到了 2.0 版本的故事啊，不如烧鸡老师就顺着这个话题为我们介绍一下匹诺康尼的开拓 Trailblaze Mission。 没问题，这也是我最期待的环节了。就像之前所说的，对于开拓的旅途而言， The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之前几个世界在故事上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那匹诺康尼当然也一样。这次的故事 Sparkle, who's that old man? 说大概会比较轻松快乐 Samisha 阳光吧，轻松快乐阳光，对，没错。正如之前所说，因为这次列车组是受到邀请以宾客身份前往盛会之星的，所以在地面上多半也不会有什么惊险奇遇。这次也没什么迫在眉睫需要列车组去解决的危机，最重要的目的反而是好好享受，好好度假，尽可能感受匹诺康尼带给你。That's the goal of the Trailblaze mission is to enjoy the vacation. 好像和刚才视频里的内容不太一样啊。这我可以解释，毕竟是美梦的世界嘛，发生什么光怪陆离的事都是不稀奇的。我猜大伟哥指的应该是 Oh, Bobby, it's all a dream. That's what it is. 那段，对对对，确实令人 They just want to enjoy the vacation, but they're having dreams. 一定要放在视频的最高潮，特别符合匹诺康尼的基调。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星穹铁道最大的特色之一，有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哎，不对， Vigor and romance 那一段，我明明看见连星河猎手都登场了。哎，大伟哥，你就相信我嘛，星河猎手也可以来度假啊。正因为童鞋是 Yeah, he, this guy is on copium. 你什么都有可能发生。There's no way. 星穹列车和星河猎手握手言和这种事也是很正常的啦。这次受到邀请的 This guy is copium. 这两股势力在纸醉金迷的盛会上邂逅来自银河。There's no way. There's no danger. 结下深厚的情谊，进行一些套。敞开心扉的交流，对于 Annihilation Gang, like hello, 是一种连接世界的方法。不是，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掏心掏肺，但感觉这个词可能会有点 hard to hard。真的，虽然场景是午夜，但匹诺康尼的故事基调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阳光的。昨天我们刚完成主线接近尾声的台本，有一位角色。Yesterday they finished the main story script. 现在我赐予各位就是太阳的权利。我相信这就是匹诺康尼想向各位客人们传递的梦想，一些扎根于人心中的无比温暖的事物。The hidden Celeron? Oh yeah. 在这里还想透露下 ,2.0 也只是故事的开端。匹诺康尼开拓任务的主体部分会持续 2.0 至 2.23 个版本。2.0 to 2.2 and an epilogue in 2.3. 这是星穹铁道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故事了。It's our biggest story ever. 获取片刻欢愉就是我们最大的荣幸。不过以我对项目调性的了解啊，你们
不会做了什么不通关就会醒不来，在梦里死亡也会导致现实中死亡这种设定吧。不必困扰，那就由我们梦境世界的向导项目组的白老师来解决大伟哥的担忧吧。啊 ，Graphics Card。当然，当游客们来到黄金的时刻，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爵士时代的风格。这座城市奉行 Jazz Age aesthetic， 说白了就是享受生活。所以这里整体上是一种非常欢乐繁华但又有点荒诞的氛围，大家在这里能够看到飞在天上的囚笼车，密密麻麻的交通轨道，或者特别闪烁的霓虹灯牌。 I like the like train cards again， 或者在奥地购物中心来一场 OT Mall。 的确很繁华，那么荒诞指的又是什么呢？因为黄金的时刻是一个梦境嘛，所以这里面提供给大家的想的方式很多都是超出常理的。比如匹诺康尼有种糖浆饮料叫苏乐达，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喝进嘴里。I thought it was called So Glad, but it's like So So Glad。匹诺康尼非常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城市的水管、喷泉喷的水、Aquabus， 甚至是囚笼车燃烧的燃料都是苏乐达。No, that's like a。我们还有个公园叫艾迪恩公园，里面有 Aiding Park、Champagne Towers， 甚至 They're all filled with So Glad。是由巨型汽水瓶发射的啊。感觉苏乐达是匹诺康尼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在这座城市当中，毕竟都已经是梦境了。Even so glad in that too。好，朝你推销的广告牌就真的往你脸上去堆，以及那些碰一下就会吐出钞票的印钞机这样子神奇的物件。这么好的东西 ，Guys, a new definition of advertisement。在街头，大家还会经常看到许多皮皮西人。The ads actually follow you。哦，他们都带着小绒球，很好分辨，一个个小绒球就像小大人一样。除此之外呢，匹诺康尼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卡通形象钟表小子，他的雕像位于黄金时刻的主干道。Calling it Clocky, main bad guy。啊，我想起来了，我在 main villain Clocky。这位钟表小子看长相就觉得特别的匹诺康尼啊，他也是当地最长久、最著名的动画 IP。这部动画呢，They didn't name any names there。伙伴们一起在美梦小镇生活冒险的喜剧故事。You were looking for Mickey Mouse。已经连载了一万集以上了。在 2.0 的版本游戏中 ，He said a different cartoon IP。随着匹诺康尼的游戏历程，还能对钟表小子的雕像进行升级，解锁更多的造型。它代表着梦境世界里荒诞、充满童真色彩的流行文化，所以大家会在匹诺康尼的各处见到它。这个也算吗？您就说这梦不梦境吧。那在梦境中还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当然，在梦境世界，它Break it up, break it up, break it up，还会遇到很多奇妙的景观。我们觉得地球上的生命发源于海洋，那幽闭光怪陆离的视觉体验和梦境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场景中增加了一群波浪的光影效果，大家会在梦境中看到光怪陆离的会客厅，或者鲸鱼飞过的天空。此外，大家还会看到各种重力发生变化的房间 ，gravitational anomalies to recreate the floaty feeling。感觉相呼应。时间和重力是匹诺康尼两大重要元素，它们有时会因梦境的影响而发生错乱。同一个场景在现实和梦境的两个层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项目组的同学们有心了啊，那我更加好奇了。Yeah, they sure have. They sure have. 会和之前的几个世界不一样呢？这是当然的，毕竟都 emphasis on they 围绕梦展开的世界了。当然也希望各位开拓者在游玩时能真切感受到梦的那种。So they want you to really be in the dream-like environment. Multiple dimensional space. 重力错乱等等特殊的体验，就像是人们对于梦境的想象。没错。而在一个场景中，多维度的表现效果，the female trailblazer too. 难点与挑战。我们希望通过出乎意料的游戏体验，沉浸式的氛围塑造，真正的让玩家体验到梦境和现实的不同。这也是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一直以来创作的初衷，希望能持续不断的带给大家惊喜。Don't say we can jump。具体的特色玩法与奇妙的体验，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详细介绍。感谢白老师，我感觉啊，这次前往匹诺康尼的开拓旅程远比我预想的更加丰富，有趣的程度更是超乎想象。More gameplay mechanics。开发过程中，我们要把抽象的梦境概念，甚至是许多关于梦境的高维设想，转化为场景的视觉表达。有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精神分析法，看看 IP。Maybe just a new SU card。想些什么，以便和他们展开一些深度而友好的交流。啊，
是这样的精神。Domino or brick？ 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事呢。不过我记得刚才白老师还提到匹诺康尼有种特殊的当地文化叫苏勒达。我看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口渴了，不如先去喝一杯吧。好，虽然烧鸡老师十分生硬的扯开了话题啊，那我们不如稍事休息，去整点汽水喝喝。开拓者呢，也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会带来2.0版本的角色和更多的讯息。I just want to say, do they do all that in like one take? Because I don't really see many cuts. Okay, I was going to say, it's just a Pac-Man song. Some more So Glad. Introducing Dr. Orange.欢迎欢迎，让我们品尝美味的苏勒达。嗨嗨 ，Oh, he dropped the lemon. 那在刚才啊，我了解了许多有关匹诺康尼的有趣设定。Dropped the lemon. 那现在我更加迫不及待想知道，在这方奇妙的舞台上会有哪些新同伴登场呢？刚才我们也聊到，在家族的宴会中汇聚了形形色色代表 Family Banquet 的宾客。他们的立场和目的当然也各不相同嘛。那我们首先介绍这位大家期待已久的神秘来宾黑天鹅。Black Swan 是一位占卜师，也是来自流光逸庭的。是 Diviner。早在《千禧纪游 PV 有关星空的预言集》中，他就已经出过场。那时他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擅长占卜，对一切都很有把握，非常的从容。Aaron Z 在之前的剧情中啊，我只简单的了解过流光逸庭这个神秘的组织。我知道他们的信徒一直在追随着记忆。I'm trying so hard to keep up with the subtext。流光逸庭的译者们放弃了肉身，They're flying. 以形式穿梭于宇宙，为星神搜集星海间最珍贵的记忆。啊，魔音？什么魔音？魔音真是吧？当然不是这个魔音。黑天鹅对其他人的记忆非常感兴趣，The memories of others. 聆听他们的回忆、故事。Yeah, he looks happy now. 整理，最后变作指尖的一张张纸牌。你会发现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耐人寻味的笑容，但这只是他作为占卜师的习惯，并不一定出自真心。作为流光逸庭第一位正式出场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展现黑天鹅高贵优雅的气质，以及与记忆这个概念紧密相关的空灵感。Must be her idol. 所以我们决定以塔罗牌作为设计锚点。大家仔细看，Yeah, definitely looks good. 他的普攻，But she floats. 用塔罗牌来攻击敌人，动作中的表现也有很多漂浮悬空的。I guess that floats like everything else in Panacone. 做卜算吗？对，可以这样理解。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过占卜的经历，应该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占卜师特别喜欢在你面前抓牌。I'm glad the cards are actually a part of her. 牌给你看，顺便附带一些很难懂的解读啊。那你越是听不懂，你就会越觉得占卜师非常的神秘。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塔罗牌非常能体现黑天鹅的神秘的性格特色。为了方便开拓者理解牌面，我们也对卡牌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就像当时我们为青雀设计琼玉牌的时候做的玩法精简一样。So it's like a 青雀 with the cards or with her little mahjong tiles. 爽一方的感觉不同，黑天鹅是给你加个状态。She gives you the cards. 行动的时候再生效，这就很像先占卜，然后揭示命运。作为一位居无命途的风属性角色，黑天鹅会通过卡牌的重重抑郁，在敌人身上降临他们的命运。在战斗中，黑天鹅使用普攻战技攻击敌人的时候，都有概率被敌人施加命运卡奥技。这个奥技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持续伤害，它的层数是可以叠加的。随着叠加层数越来越多，敌人身上的命运卡会升级，对敌人造成的持续伤害效果会提高。所以黑天鹅是不是会比较持续伤害相关的角色？Damage over time，没错，它的配对其实非常灵活，只要你身上的叠加奥技的层数，就能对敌人造成可观的伤害。看来这名占卜师啊，习惯为人预示厄运。那倒也不是，其实是因为在入队之前，黑天鹅的好牌呢都被开拓者已经抽走了，那么留给敌人的就只剩下恐怖的命运了。Oh my god！ 人还怪好的嘛。那除了黑天鹅之外，在 2.0 的家族盛宴当中 ，That's awesome， but that's a long ulti。天命图的量子属性角色。That's a long animation。他是欢愉的信徒。哈，确实。Sparkle， 我觉得大家听名字就能 get 到了。Nice. Everything she does is to seek elation, the mass fool. Oh, she's not elation. I guess she's trying to like find him, take him out. Five-star QQ. Six-star QQ.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哪儿，但你就是要遵守，常常要压抑自己。
但是花火是一个践行欢愉。Where you get the bat from？ 小姑娘，哎，她做事只有一个原则 ，chill out， bro， 一切规矩都不能束缚住她。所以我们呈现花火欢愉特质的方式就是解除。A guy still mad about the other thing。当花火在队伍中时，队伍的战绩点上也会增加。花火释放中间机之后 ，Yes， 能一次性给队伍回复多个战绩点。But how many？ 战绩点敞开了用啊，量大管饱。这下是不是打 ？Oh， that took a turn。众所周知，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She looked so nice and looking so evil. Oh no, Sparkle. Oh no. 在使用战绩点时造成更高的伤害。Oh no. 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工人在小麻雀。Look at the look at the look at the how many. They had to add a second bar above it. 这个也是有的呀。花火的战绩能使队友提前行动。我方回合完了。Oh my god, advances your turn. 及时行乐。看得出来啊，花火的行乐啊是建立在敌人的基础之上的。Bro, definitely gotta get Sparkle. 被拉上的队友是不是欢愉我不清楚。Oh, at one time speed, yeah, sure. 的确很欢愉。各位开拓者也可以。Dude, I him put the bat down. 新任务假面双人舞中。Hey, okay. 多有关黑天鹅和花火的故事。Black Swan and Sparkle stories. 那么除了这两位参加宴会的宾客之外，听闻还有一位本地人也会在 2.0 版本登场。嗯，是的，他就是米莎。门童米莎。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看见米莎时 ，These are tears of joy， 为来来往往的客人们提供服务。作为门童，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帮客人们推行李车、打扫卫生之类的。脏活累活虽然很辛苦 ，Wonder is that thing alive？A little like plushie？ 来来口中得到许多新的趣闻。米莎这么小的年纪就要上班了？可能对于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从客人口中得到关于外面世界的一切。I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他对康尼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He's full of curiosity. He says. 漫游宇宙的故事。I see.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不过暂时酒店的事情还是太过繁重了，所以尽管米莎一直在努力工作，还是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意外状况，比如不小心打翻客人的行李。哎，这个行李车要是能来撞人一下。Oh, he's a cat.你的关注点总是特别的皮质，我咱们想到一块去了。行李车和拖把就是米莎使用的战斗方式，所以拖。What am I looking at here？ 身上去的喽，又是溅一身水，又是落。That is old。可怜的米莎，该不会被投诉吧？不会不会。That's a broom。米莎在工作中的冒失带来了一些混乱，但她依然是我们的好队友。队伍使用的战绩点越多，米莎也会被大家的努力所打动，她的终结技也会打翻更重的行李箱，打出更高的伤害。这扔的不会都是列车组的行李箱吗？那也没关系，断舍离嘛。啊，跑题了，跑题了。米莎她其实还是有很多实用的技能的，比如说她的秘技。It's like making create time. Oh, a time. Oh, that's sick. That's sick. 非常实用啊，不用担心。Time stop zone. 是的，毕竟为。He's quantum. He's the guy from Quantum Break. 安全感是米莎一直以来的工作信条。虽然在实践的道路上遇到了小小的挫折。Time stop. 但是米莎还会再接再厉的。了解完了 In a concentrated space. 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最关注的卡池信息吧。在上半版本的跃迁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五星。Phase One's Black Swan. Oh, that's a light one. I was like, what? 重塑时光之翼。我们可爱又冒失的门童米莎。So Black Swan is first. As we thought, with a jet marker. 在下半版本则可以获取。And second is Sparkle. All right. 和限定光追游戏成环。I'm down with that. That'll give me some more time. 加入我们的开拓之旅。哎，那有没有其他老朋友再次与大家相会 ？That'll give me some more time. 在 2.0 版本当中，也会有两位来自仙州的老朋友与大家重逢。在 2.0 版本前段，Oh, damn the man. 与光追比阳光更明亮。Oh, he's gonna love the sparkle banner. 而在后半段夜圈活动中，限定五星角色警员和光追拂晓之前的获取率将会提升。与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欢度匹诺康尼的假期。但大伟哥在匹诺康尼的冒险中 ，sweep the floor with the enemies， 也会有其他身份的人登场。首先就是米莎，星河猎手最后一位成员 Sam， 出于一些原因，他会和我们进行一场切磋。Squaring off on us， 萨姆与我们交战时会燃烧自己的生命，并大幅增强自身的战斗能力。同时，他将会把战场点燃。感觉萨姆的风格是很搏命的感觉 ，kicking us in the face。我和他。能不只是敌人吗 ？Gosh, who got hit there? It'd be dead. 开拓者的老相识了，之前登场的卡夫卡、银狼还有刃， so、都和大家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相信这次在匹诺康尼，大家一定也会和萨姆产生一段美好的回忆。Oh, really? 这个美好回忆应该不是 Stellaron Hunter reunion. 此外，要提醒大家，在 Not reunion, but I guess get together. 开拓者还有机会邂逅一种豪杰猛士——王下一统。Here we go again. 钟表小子聚众闹事那两个吗？哎，不是，God dang！ Spoilers on Sam。严肃的强调一下，
王下一统，性格孤傲，一生都在渴望强大的对手。So apparently Sam is, I don't know if he's just an enemy or just or a boss, but. 而且常规的攻击几乎无法。Clearly he's going to be fighting us. 啊，那要如何打败他们？也是有办法的。Oh my gosh,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actually kidding me? They've taken it too far. They've taken it too far now. No, he said, they've taken it too far. Easy rerun skips.好兄弟喜欢听的，这样有可能他就会放弃跟你大战一番的想法了。垃圾桶喜欢听的是不是垃圾话 ？Talking trash, literally. 跟星球都做成大垃圾桶啊！关于这点，据我所知，可能在场有66.66%的人有这样一个想法。66.67%啊！那除了这位潇洒的actually, 作者，也需要应对一些来自梦境的 66.67%。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匹诺康尼是一个梦境的世界，而家族承诺这是一片美梦，但偶尔呢，梦中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I've been to the land of dreams before. 不稳定的变化，梦中的物品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变成金梦剧团。受匹诺康尼庆典氛围的影响啊，这些生物在诞生以后依然忠实的扮演着原本的角色。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演出可能已经和破坏无异了。金梦剧团和抑郁迷音啊 ，Dream Jolt Trope in Memory Lane 感觉，但他们其实长得还是挺有区别的。如果用一个匹诺康尼的形容词来解释的话， What? 金梦剧团长得非常的朱乐达。The dog changed to sweet gorilla. 运输工失控后喜欢向路过的宾客身上呲汽水。Gosh, don't drink that drink. 可以说是一个热爱分享的可爱小甜心。而原木先生原本是匹诺康尼的电视节目的群演，匹诺康尼 TV show 可以随时切换两副面孔。This guy real silly. 则会为开拓者提供战斗辅助。Oh, dang. 这个精神状态的确堪忧。那抑郁迷因的敌人们 ，You know, cartoons have always been like a little creepy sometimes. 除了美好的期待，还会有一些潜意识深处更深的认知和意向。当大量的情感在抑郁迷因中产生有形的实体。他们会幻化成一种存在于抑郁之中的生命，也就是抑郁迷因。因为匹诺康尼的梦境本身也是一种微缩抑郁嘛，所以抑郁迷因出现在其中。相比金梦剧团，他们的外观会更加抽象，而因为抑郁迷因的潜意识，所以外观上面会残留一些人性的元素。比方说其中的视线无所不在，它就源于视与看这两种概念，其实会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Yeah, everything is a big old dream. The games become a meme. 而其中最特别的情况就当属这一位核物朝向死亡了。核物朝向死亡有关匹诺康尼是玩家能见到的最恐怖的一个谜因。有关他的恐怖传说在匹诺康尼广泛流传，但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因为所有见过他的人往往都没有活着回来。Oh, it never came back to life. 而是核物朝向死亡，它是某一种更为复杂的。Just something on the way to death, but not exactly. 暂且就用死亡来称呼它吧，也无妨。Yeah, I don't know what's with Sampo in the trailer. Maybe he was just like the placeholder. 我说过。当然了，核物朝向死亡在战斗中能对角色造成致命伤害。受到致命伤害的角色会被困在永眠木结中。Oh, wow. 永眠木结救出队友。一旦我方所有角色都被困在了木结中 ，Wait, if they take a fatal blow, they get sucked in. 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呗。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议题，也是我们人类心中最深的恐惧。所以我们也是想用一条线围绕死亡的概念做出充足的压迫感。比方说，他身上有很多张长得像眼睛一样的花纹。What? 大伟哥，你看见这些花纹第一感觉是什么？有种被盯着看的感觉，有点瘆得慌。That's gonna be annoying. 核物朝向死亡有很多只眼睛。而且随着战斗的进程的推进，这些眼睛还会逐渐变成血红色。当他的三对眼睛都变成血红色的时候，就获得了能直接对角色造成致命的能力。Oh, I see. 死亡无时不刻不再注视着你。Well, 这就是我们在设计核物朝向死亡时想传达的感觉。另外，角色的灵魂被怪物抓走时，你的 character who can combat that. 这也是我们对死亡的一个 mansion maze. 哎，我真的很好奇啊，你们是如何把 Oh yeah, actually that's true. Like Mark Seven's quest. 最初讨论抑郁迷因事件的时候，我就先抑郁了。
感觉很迷。That's gonna be annoying. 太抽象了，你很难想象如何把这些这么抽象的概念落到实处，而且还让玩家能感受到。I don't think Effectorize is gonna save you on that one. 用怪物来表现死亡的概念已经很抽象了，还要在此基础上展示核武器朝向死亡这个概念，那实在是想破了头都不知道该表现什么。但对于设计怪物来说，随着制作 deadline 一天一天的推进，他们这种朝向死亡的 I feel like that kind of make that stat useless if it didn't. 过程中啊，项目组的同学还是经历了不少困难。那故事可太多了。Kind of take away the value of Factorize. 带大家走进星穹铁道项目组的工作日常。那不如我们先看一下预告片，顺便进入对话码时间。Talk about that trailer. The deep dive. Oh.OK. Second code. 开拓者乘坐星穹列车时 Although they're actually showing us something about the next world here. 我们来到米哈游探寻米诺康尼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That's what it is. It's Mihayo working on this one and Hayoverse working on Genshin. 听说烧鸡老师是药学专业出身的，这个跟匹诺康尼有 It's the disconnect. 聆听工作心得。最烦那些模棱两可的需求了。发表深度锐评，就这样。见证同时操戈。They're getting funny. Oh. 跟我一起走进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见证这场开拓之旅的前方。Here we go. Show us, please. We need to know. We got going on here.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表现，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梦还可以帮助人类进行创造性思维，通过梦中的灵感和创意来启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梦境世界里，我们可以轻易地改变物理法则，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有关于梦境的世界，整个大火。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匹诺康尼。胖哥，胖哥，醒醒，醒醒，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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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卢总。He looks so comfortable too. 应该的，应该。应该要锻炼。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玩法设计胖哥。我是崩坏星穹铁道的交互体验设计。Hey, is radio or oh, never mind.说回刚才啊，我们想创造出什么样的匹诺康尼呢？作为玩家翘首期盼的新星球，它一定要是一个足够炫酷且充满新奇体验的游戏世界。在匹诺康尼的玩法设计中，我们希望能突出 gameplay design。在梦中 ，Yeah, I saw potato and read it as a radio. And I was like, wait, what? 现实空间中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我们基于梦境世界这个概念，延展出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玩法。举个例子。In 2.0, can walk on walls and topsy-turvy worlds. Dreamwalker. 像你刚才那样。对，例如在节目的一开始， yeah, this is 大家看到在梦境酒店中，开拓者可以体验到多面重力的变化， literally just go 在不同方向的墙面行走与战斗。但要提醒大家，重力的转换是有存储次数的，所以在看见能回复次数的梦泡酒塔时，一定要记得补充。那在新的版本，我们还准备了两个非常奇妙的场景：筑梦边境与质子的梦。筑梦边境是家族的梦时正在建造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施工工地。当开拓者探索这个地图时，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能力——筑梦谣言来形成道路。这个玩法利用了视觉误差，使得本来高低落差的场景能被开拓者的脚步所遍及，最终到达梦的边界。So it's like a perspective kind of thing. 匹诺康尼还会遍布 You've seen this before. 只要拼出图形上的图案，就能美梦成真。比如你能直接拼出一个宝箱，You gotta make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一个 NPC， 甚至可以直接拼出一个前行的区域，开启之前无法通行的道路。Is this just like normal exploration, or is this like a certain area? 开拓者可以使用梦客漫步的能力，在一处梦境世界中最大的走墙房间里行走。I think this might just be the normal area. 探索体验。其实，在 2.0 版本，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哈努兄弟越狱记活动中，开拓者将体验多勇士的新玩法。那哈努兄弟和钟表小子一样，是匹诺康尼经常出现的一位动画角色。是的，在活动中，开拓者会在匹诺康尼的梦境贩售店中接触一枚题材特殊的梦泡。啊，通过梦泡可以体验不同梦境？
没错，在这个梦泡中，邪恶的典狱长将苏勒达列为禁品，引发了众怒。开拓者不仅要帮助自己和狱友越狱，还要肩负起抢夺每空间控制权控制权，带领大家获得新生的责任。燃起来了，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开拓者要将自己作为人肉弹珠机进行发射，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的戏码，驾驶囚笼逃出升天，然后利用镜面迷宫中的移动模块和镜子的倒影。What does this remind me of? Oh my gosh. 通道，喝上了苏勒达的。I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I can't think of what it is though. 接下来，开拓者还要变身为迷你版的哈努兄弟。Like an older狱长石头老板的重重封锁，拿到监狱密钥，获得监狱控制权。最后，开拓者还要在迷离的梦境中与分散的狱友们汇合，使用梦境中的特殊能力梦客漫步，在支离破碎的梦境空间中上下翻转，自由行走。Yeah, that puzzle. 找到分散在走墙房间中的狱友，with all the perspectives. 共同赢得最后的决战。在前面这些梦泡测试完成后，开拓者可以在多名四星角色中，we get a free four star selector. 容我问一句啊， although that was not a great lineup. Maybe ask the Zampo. 大伟哥放心，虽然哈努兄弟越狱剧的这段梦泡故事是虚构的，但我保证各位开拓者获得的快乐以及奖励一定是真实的。梦境是自由的，在 2.0 版本的任务中，But yeah, you get four stars selected without that in the first event. 特殊的能力，修复 NPC 的情绪。They can mend NPCs. 会在情感的指引下做出选择，也会因为情绪而困扰。各位开拓者可以帮助他们疏解心中的苦闷，或是让他们平凡的一天过得与众不同。听上去是个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也不尽然，非常期待。Oh, look, they have like new models too. 自行体会。但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人类的情感真是非梦，请大家认真对待手中的选择权。好的，匹诺康尼的这些新玩法的确很有梦境的味道。So you can what, like... 其中啊，我还是最好奇那个走墙的玩法，不知道项目组的同学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玩法作为设计重点呢？一方面是觉得能在墙面和天花板上行走。Oh, so she has that thing on her head. I see. 梦境体验，这个玩法可以最大程度引起大家对于梦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嘛。毕竟我们的场景做得如此精致漂亮，这么好看的地图只让大家踩在地面上未免过于浪费了。我们希望开拓者的足迹能够遍布匹诺康尼的更多地点，看到更多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看到的场景。能跟游戏内的场景进行更加丰富的这个交互互动啊，想必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力啊。也没有吧，你看我今年20，做完匹诺康尼以后，人也变年轻了，气色也变好了。啊，好吧，那么项目组同学们还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呢？进入新世界之初，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梦境护照。开拓者在梦境世界中的各种体验、有趣的剧情都可以用它来记录。大家可以通过支线任务、城市探索等方式获取记录剧情的专属贴纸，来装饰你的护照本。随着剧情与探索的进展，护照也会解锁越来越多丰富有趣的页面。那么，积累多种梦境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出美观的护照本啦。Our Dream Tour Handbook 很像在游乐园里收集印章。没错，匹诺康尼就是一座巨大的游乐园。It's just all Black Swan. 希望每一位开拓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乐趣，留下美好的开拓记忆。为了让开拓者尽快熟悉匹诺康尼，Dream Chaser Built In，我们还推出了逐梦客实训限时活动。Get fuel. 在前往匹诺康尼的途中，一份花边小报被不知名人士塞进了开拓者的收件箱。回复 TD 可以退订吗？还是 Can I be a dinosaur? 跟随指引完成指定的 Robot Dinosaur 就可以领取相应奖励了。Oh yeah, new Trailblazer. They didn't show it yet, but I just thought about it. 也将会与开拓者见面。Dream Jolt TV 电视台是金梦剧团开的吗？不不不，他们没有合法执照。匹诺康尼电视台信号被金梦电视台截止。Yeah, I don't even know what it'll be. 拜托开拓者与金梦电视台进行战斗。从金梦电视maybe they'll show it here. 电视信号实现流失用户的回流。To bring back lost years. 往往都以最朴素的形式展开。金梦电视台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异变机制，与不同的成员进行挑战。Yeah, that animation is crazy. 其实我很好奇啊，金梦电视台都会播。All the hands go through. 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节目，什么与银代山同行。Yeah, and they keep putting it with Kafka too. 没啥好看的，
我们建议开拓者还是要把关注点聚焦在战斗上。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节目，大家都知道，出来旅游嘛，除了知名地标打卡，吃吃买买也是非常重要的旅行体验。最近呢，康妮展开了希望能够通过赠送纪念品加强对外宣传，从而带动匹诺康尼的旅游业。Or maybe like maybe 2.2 like to finish off the like a big fight or something. 可以前往钟表餐厅参与美食活动。在活动中，开拓者需要搜集指定原材料，交给钟表餐厅，餐厅会帮助各位免费加工食材。Or they can give us like a little teaser. Well, that'd be a little too far ahead, I guess. 做出来的好吃的可以免配送费，寄给宇宙星级各处的亲朋好友们，还有机会收到他们的回信反馈哦。出门在外不忘亲朋好友，你们人怪好的。在2.0版本，我们还有全新的材料会放在里面。And I'm good. 先来看看我们的橱窗上新。首先是全新的。Oh, new relic set. 深浅的先驱，穿上这套隐私的角色。What happened there? Pioneer Diver of Dead Waters. Oof. 以及机心细梦的钟表。There you go. That's more like it. 能为队伍提升击破特工。Master of Dream. 2.0更新后，开拓者可以进入新的侵蚀隧洞进行挑战和获取。对的，在新的版本还新增了量子属性角色 Quantum type character essential material Dream Flamer Ice character essential material Dream Fridge、看来这就是花火和米莎的 AKA Get the farming 也将新增毁灭 Yeah, there you go. So new trace materials 2.0 版本的三个角色会使用到这些新材料开拓者可以前往新的 Destruction Nihility and Quantum忘却之庭和虚构叙事的上面最新版本也更新了可兑换光锥 Oh, Battle Pass 可以使用代币获取它们都说光锥是记忆的封存不知道在这些光锥背后会有哪些新的故事呢Okay, so some of those we saw because they showed us the little teaser for it 我们希望这些全新的光锥能帮助到大家的开拓之旅与此同时项目组的同学们一直都非常关注开拓者的反馈和意见在之前的版本中呢我们一直在根据大家的反馈对于 probably like a Ron May set 我们始终觉得系统方面的优化或许没有跟新版本活动那么直观但它其实是游戏的地基优化一些系统功能也许放在整个游戏里很小不太起眼但是却能带给开拓者更便捷舒心的体验我们希望让每一位开拓者都 We hope every trailblazer will get a comfy and smooth gameplay experience and not some pebbles 成为大家开拓路上各角的负担项目组的同学有心了所以在 2.0 版本中啊 We have a real game over here 与我们见面吗没错 That's what she just said 那我先来说下与剧情相关的优化吧 New Fates 在 2.0 版本我们将推出一个梳理游戏故事线的功能命路歧途命路歧途将以每个开拓过的世界为单位 Oh, that's nice 来记录发生在 That's like Honkai Impact 3和人物剧情例如开拓任务章节开拓序文章节和一些重要的支线章节都将汇总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脉络通过这个功能开拓者会更加清晰的了解 Yeah, you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ings and have an order 更好的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 So you're not just completely confused 合理的安排体验流程是的有了这个功能开拓者也可以更清晰地回顾旧世界的见闻也许命运的结局是注定的但每一位开拓者依然可以决定如何抵达那个目的地我又要说出那句话了当我们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后悔大伟哥很懂的嘛那我们的开拓之旅除了值得被记录很多时候也需要有人的帮助在 2.0 版本 2.0 you can oh yeah you can add more characters 角色来帮助好友并获取更多收益 you get more rewards 资源角色的筛选方式能帮助开拓者快速找到某个好友的资源角色或者迅速筛选出陌生人的强力角色是的除此之外一次的升级也会迭代在升级时可以更为便捷的置入材料将仪器升级到指定等级也能更快捷的进行仪器筛选对刷到的材料进行快速的分类那我们还增加了针对不同角色的一次套装搭配推荐开拓者可以一键筛出推荐套装迅速切换 Recommended sets with one button 更新了仪器标记气质和分解方面的优化提高了查找养成材料的便捷性相信在清理了这些小石子之后I'm dumb that I went by kind of fast请大家放心我们将持续关注反馈 Kind of missed it. I guess you can more filter options and you could put a recommended set on. 好吧也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更新和优化资讯了那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还有更多精彩 I'll have to go back.
等着大家。So like, yeah, they had relic filters, and it's like more convenient to put them on, I guess. You can pick certain ones. And the story thing is really nice too, like gives you like a better idea of like what you should do next. The ball. Hey, 竹子老师啊，怎么是你啊？ Bamboo. 我刚刚在客房的 room 池里睡着了。您觉得体验如何呀？哎，梦境果然美好，我现在也不想醒来。请您放心啊，梦境虽美，现实也不逊色。我们为开拓者准备了丰富的内容。The exciting content for our trailblazers. 在全新内容更新之际，我们希望能和所有开拓者同欢共乐。首先，一定是我们的老传统，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紧张、nerve-wracking 签到环节。Shaken event. 前往寻星之旅。Let's go. 没错，不仅如此。Not one, not two, not three, but 10 more pulls? Oh my, that's a 20 pull right there. Sheesh. Wait, what's this? Festival invite? Oh, you bring back returning players. Okay.Nice. 这么精美的定制车票 Morning. 快带上好朋友们一起登上前往匹诺康尼的列车吧而随着列车逐渐靠近匹诺康尼 20 pulls 受梦境溢出的影响现实中也将出现一些匹诺康尼的景象竹子你的意思是从二月开始 starting in February 匹诺康尼的梦境将会逐渐降临在世界各地开拓者将有机会在现实中 physically. 体验到匹诺康尼的部分风土人情、okay. 还有这种好事但So, Tokyo. Yep. Welcome to Reverie. We got some of those down. See the chat. 20 pulls. Yep. That's in good never. Invite your friends. 最近梦境世界的游客增加啊。我听说匹诺康尼的电视台也跟进了节目内容。大卫跟你的消息真是太灵通了。在近期，我们将推出经典的动画短片。Oh, more animated shorts. We're clocking in his friends. 相信经过之前的介绍，大家对这位经典荧幕形象。Yeah, I'm excited about it. That threw me off guard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一波匹诺康尼电视台的收视率。是的，让我们期待这部来自匹诺康尼的经典动画短片，一同感受钟表小子精彩又有趣的冒险。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oh, 我们仙舟罗浮的小桂子和素商准备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Performance Star Rail Animated Short 将在近期与大家见面 Oh my gosh 驾驶是准备了盛大的舞龙舞狮表演啊你说仙舟罗浮的朋友们也会一起包饺子吗Dumplings together 应该会一起串琼狮鸟串很喜庆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 Alright and there you go 带给开拓者就由大卫哥你来揭晓吧。首先是崩坏星穹铁道将在全球 hosting offline carnivals around the world。是的，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与开拓者的线下相见。Meet the Trailblazers in person。除了嘉年华、崩坏星穹铁道演唱会 ，Star Rail concert in the works。预计也是在今年的年中和大家见面。那关于嘉年华和演唱会的详细信息，我们也会逐渐为大家揭晓。请各位开拓者持续关注官方。Okay, a lot of like real life things at the end. 崩坏星球铁道 2.0 前瞻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开拓者的收看。All right. 匹诺康尼的故事将在 February 6th. 我们期待一场美梦，能给予各位开拓者最真实的力量。我们衷心希望所有的开拓者都能感受到太空喜剧的快乐。Yes, sir. 请大家尽情期待新世界匹诺康尼。Wish you a good dream. I had to say that one. Is that the... Nice. Yeah, we got more animated events. We got a little like animated short. So I kind of like how Honkai Impact 3 would do things. We get like a little animated short from them. Probably from like the Mihayo Anime Network. Gonna have some wacky events.Gonna be able to walk on walls. There's four different enhancements for your profile and relics.
or two for relics, two for your profile. We're fighting trash cans. And yeah, we're gonna have a very annoying boss to fight with the basically insta-kill mode. And I really hope Effectorez can stop that from happening, because otherwise we might be in trouble. We might be in trouble. Black Swan is Nihility, damage over time as well. And they put her with Kafka in every situation. And she can freaking float. She kind of looks like she has like a catalyst. And then Sparkle was a like a skill point gift bot, and she can buff your damage, and she can make you go quicker. Not quite like Branya, but she can advance your turn forward. There's a whole lot of Soul Glow. And yeah. Plus, looks great. It can deal more damage to enemies currently afflicted with debuffs. So this will be Dr. Raisho's new set. And increases the break effect for the team. So that could be used for, guys, Black Swan, Fujuan, that's not it. Ranmei, yeah. Oh, so now when you go to somebody's profile, you can actually pick between like four or five different people or different characters on that person's account. So you can get the stronger characters out of that person's catalog. So let's say like you pick a friend, and you can, instead of it just being like Fujuan, it would be Fujuan, Silver Wolf, Don Hung, and you know, like four different people, five different people.